啜饮一口天然果汁，再品尝一包乖乖饼干，这些全是用新竹峨眉乡所产的柑橘研发制成，口感浓醇美味又独特，吃了让人好难忘。桶柑果汁、果酱，还有将来可能类似还有果干等等，那让我们的农民所生产这些柑橘可以有一个更多元的一个管道来行销。县政府为了解决柑橘过剩的产销问题，除了透过各种平台管道销售，更是结合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和峨眉乡农会共同合作。而如此细心调配的多元吃法，就是由他蔡孟真博士所研发而成。我们是尽量以这个前物利用的一个概念啊，第二个是尽量以这个洁净标示，就是说我们尽量减少添加物的使用哦，那充分来发挥我们桶柑的特色啊。制造研发透过食品研究所，我相信啊，第一个安全卫生啊，食安问题一定 OK 啊，第二个价美物廉，第三个在地的产业，希望大家来采购。而这次是以2000公斤的桶柑为试验的原料，将视民众反应，考虑是否持续产制或开发新品项。美味健康的限量新吃法，就在峨眉乡农会。